表演的是来自香港杨氏太极拳总会的彭玉娇老师，她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杨氏太极刀的表演，掌声欢迎彭玉娇老师。李卫娇老师请准备。巾帼英雄，彭玉娇老师祖籍台湾，现居香港，师承杨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马伟焕老师。2011年参加武当山国际武术交流大会，荣获女子组器械第一名。2014年又获得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太极拳及兵器的一等奖，现任香港杨氏太极拳总会的总教练。谢谢彭老师的精彩演出，感谢您。